天这场赛事是 NTPC 队和去年的冠军933队所进行的一场比赛，精彩可期。今天这场赛事是由我副主播和我们现场邀请到一位陈教练，大家好，共同为大家服务。接下来我们请陈教练来介绍 NTPC 队。NTPC 队是由一群爱好自由软体的人所组成。什么是自由软体？自由软体有使用的自由、研究的自由、散布的自由、看改良的自由，才可以说它是自由软体。今天希望他们发挥平常的水准，踢出一场好球。由局长总领队的坚强调练群，人数非常众多。他们平常都以名字互相称呼吗？对啊，因为他们平常感情都非常融洽。NTPC 队有哪些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球员呢？ NTPC 队今年由国权领军，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宝泰、展家、势力等好手，还有我们的板凳球员子中，除了平常的练习以外，回到家以后还不断的精进球技，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队伍。比赛即将开始，我们带领观众回到现场。这场球赛由 NTPC 队先攻。比赛正式开始。NTPC 队是由子中老师这位资深球员带领之下成长茁壮，经营多年，球员的基本动作扎实稳固，今年终于有机会进入决赛。他们今年遇到的队伍是去年的冠军队933队，933队的球员个个身价不凡。NTPC 队是不是有好的战术可以应付933队呢？进了，想不到进了 ！NTPC 队踢进敌球，进了耶！ Yeah! 大丰国小首先开发 ELMD 系统，供大家使用。933队积极反攻，盘球过中场，子中老师带球过程当中被架拐子了，他表情非常痛苦的步履蹒跚，想走到场边。看得出来他表情非常痛苦。展家老师接替子仲老师进场， NTPC 队积极防守。这时候933队大脚将球送往前场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陈景田校长神来一脚将球铲出界外。景田校长在国民电脑专案里面使用自由软体协助众多弱势学生学习。好，现在由933队发界外球，球员大脚将球送到中场，球滚得很快，滴滴的933队队员在 NTPC 队防守之下很快被拦截到。现在 NTPC 队施展出迷踪步，将球迅速过人，哇，非常棒的技巧。这时候起脚射门，但是被933队拦截下来，再起脚射门，想不到933队的后卫将球意外的碰入球门。新北市六期租赁案10000多台电脑，局端依然采用自由软体作业系统，使得自由软体更加蓬勃发展。NTPC 队继续掌控控球权，有多次热射门机会。这时候郑英老师被铲倒，他步履蹒跚的走向场边。国权老师接替郑英老师进场，这是我们主力前锋。这时候 NTPC 队掌控球，诶，球场中间怎么出现钻石？这么大的钻石大概有5000套的商业软体价值哦。933队抢到球之后准备射门，射门进了。 NTPC 队重整旗鼓开球，这时候我们前锋将球带过中场，展现了高超的盘球技巧，将球送到前场。这时候又被933队踢回来，我们的中场球员非常厉害，总是把球大脚踢出送到前锋的位置。这时候哇，盘球技巧非常厉害，哇，展现高超的接球技巧，再把球送出，哇，神迹月球漫步，神龙摆尾，一个妙传，中锋大脚踢出，荣宗把球传出，冲前头锤被门将扑出，球继续滚动。这时候中锋将球再送到前场，国权一个佛山无影脚射门进了，进了，哇，
华国权高兴的欢呼，进了 NTPC 队再得一分。